研讨会第六场佛学与犬饲学方法，主持人一空法师。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参与今天这个学术研讨会的各位先进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场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最后一场，由我本人来负责做一个做主持。今天我们这个三场请到了三位专家啊，就一位是华安大学的吴建才教授，另一位是屏东教育大学的陈建煌教授，还有一个是南澳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所长李凯文教授，他们三位分别从一种诠释学的角度来探讨佛学思想。其实我各位知道，诠释学在西方19世纪的时候已经兴起了。那么这其中呢，因为经过两次的世界大战，所以中断的原因。那么当然在东方嘛，东方里面这样的一个方法论呢比较慢。如果说在20世纪的60年代来之间呢，我们跟西方已经有将近100多年的。那么在这个东方的这个陈中医教授在这个他提出所谓在1985年曾经提出所谓的本体诠释学做一个创建的工作啊。那么我们后来就发现，中国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就针对这个诠释学来做一些专门的著作。那么在佛教方面呢，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是林朝成教授啊，他写了一本叫做《空性与现代性》啊，所以他弃可从京都学派跟一位心理学，我们讲这个京都学派跟心理学是这个东方当代两大学术的学派。那么他所做的就是让我非常前面我们讲的西方学和西方学子中哲学诠释学，从这个林教授、林朝成教授比较在一个佛教诠释学。我们非常高兴说，从现在看，今天我们要看到是三位教授分别从这个佛教的角度来做这个诠释学的方面的去。所以我在想起在魏晋南北朝，我们才是所谓的一个六派啊，六家其中，六家其中这种德育佛教，然后用一个老庄三玄来对佛学做一个诠释，到了深造大师才叫做终结的所谓一个宣学化的佛学。所以那可能是一个佛教在传承，可能对于一些不同的诠释角度。所以我们今天呢，一个从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从各个学者啊，各个一个学科领域，我想今天就请这三位专家来帮我们从诠释的角度看这个佛学思想。首先我们先请这个胡教授，来从这个来发表他的论文，欢迎他。各位学者专家、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华安大学的中文系吴建才，今天很高兴来到南华大学发表我对于老师光先生对于佛学的一个诠释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第一天答应要写的，但是它是今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原来写的不是老先生的对佛教的解释，那么这个越来越沉静，所以有的门也很辛苦，我很担心写不出来。不过最后还是在主办单位的一个机制下，我一个礼拜前就交出来了。写得好不好，自己不是很满意，因为感觉还不够透彻。那我只是把我这几个月来读书的一个心得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写这个论文当然也有个背景，就是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大家想发表一篇跟老先生有关的论文，因为今年是他80岁的生日。那中文大学跟我们华安大学
有办了一个研讨会给大家举办，就是只有写一个文章，就是老先生关于儒家哲学的一个诠释，也因此读了三个多月他的著作，能够读不尽可能读，其实很难读。一个理由是老先生是世界级的哲学家，他很多的西方的哲学概念我不能理解，我康德的那部分我不能理解，但是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我想应该是各位都有听过，就是中国哲学。那部著作是他40岁的时候，就是1940年到1980年所出版，横跨了10年的时间。然后属于他中年的著作，能够纪念他80岁的生日。那这部书就是在我们佛教界来说，可能我们没有特别去注意他，可是他是当今世界级的哲学家。也是他重要的一部著作，那他对佛教的解释就是我关心的，也是因为这样，在10月份写完他对儒家的哲学的诠释以后，就有了这个机会去接触这方面的想法，而且尽可能把他其余的著作会找来去了解。我个人看完老先生的著作，我觉得他对于佛教的理解是负面的，是不具有一点意义。因此，刚才说我们这个主题是诠释学，还有方法学的探讨。那老先生是用他的哲学方法，以他的哲学的一个主张来解释佛学。那当然，对我们佛学界来看，他的解释我们认为不妥。我们也许就不是他，其实不是，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那这本书在10年前，中央研究院做了一次调查，是大专院校其中非常普遍的图书所影响的原因。那我们是否可以借一个机会，把我们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我想这个是我研究论文的一个目的之一。老先生是基于他的哲学主张，标榜他的一个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然后，当然佛教依他的理解就是以苦为根本，那我们也认为佛教的一个根本立场就是对苦的一个认识本身。所以实际当中有体会到，不过我觉得离苦是有更深刻的意义，所以说如果对离苦没有很好的解释的话，就可能变成是一个负面的、消极的、逃避的事情。这一点我在论文有一些表达，不过我说我的表达还不深刻，所以这部分应该还要再来补充。老先生是以他对于独立性的一个关怀作为一个依据，建构他的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境界。他把自我的境界分成4个面向来看问题：第一个是德性我，第二个是情义我，第三个是认知我，第四个是无趣我。而儒家是这边就是德性我，佛教呢没有特别说，不过他没有特别的去标榜。不过我看完他的书，他是定位为情义我。这个情义我也就是他定位这个老庄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那所谓德性我，其实是说一个德性主体。那么德性也就是个道德主体。这道德主体或德性主体可以开出一个文化建设出来。他认为这个是价值的自觉觉醒，以及价值意识的实现。那以这个话来说的话，那当然这个儒家其实就有定了。那其实老先生不是一个独子之居，他
对于心理学传道的态度有意见的。我看到他的书，他的原来说的传道授业之后，他是同意最后一个观点之后，所以以我的理解，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是属于不属于这个宗教信仰的。那么儒学依老学生的特殊的解释，也变得有特殊的内容。也以这个作为标准来看待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个标准，我个人就认为是王先生独断独行的人，从这个来看待儒学的认知问题。当然，以这个标准来看佛教的哲学，但是他的标准看佛教其实是根本就是哲学。所以所谓的常见的结果就是否定我们这个世界，因此佛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知道吗？很多人那个自命的，当然在很多人他会是认为的，如此是个根本的问题。所以儒家外家都有一个独立的自由，不过相对儒家而言，佛教保持一个否定世界的态度。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佛教对现实的改造没有帮助。那为什么？因为水就是水的人是池岸，要渡过去成就的世界在彼岸。那我准备就这个部分来请大家看看我的论文。那么前面我的论文一开始序论的部分，以及第二个部分，就是介绍老先生对儒家的一个新兴的立场作为一个基础，然后过渡到第三个部分，谈到他对于佛教的一个解释。那么佛教的问题，老先生是只分这个小乘跟大乘。那么原始佛教佛陀的教义，它是放在这个小乘佛学来看的。刚才提到他对于佛教的解释，就认为是离苦，是个机缘问题，也就是基本根源的问题所在。所以佛教的解释无论多么的精巧，其实以老先生的理解是离不开这个离苦的。那么离苦，我这里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苦是佛教的一生的一种观察。可是以无常后我的观点来看，苦是什么？所以苦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如果能离苦得乐，就是得大离脱。因此佛教对于人生的看法，就是追求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因此我个人认为离苦其实不是超度，它是要追求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可是如果这个观点不清楚，就是佛教的精神就会丧失。那么因此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是苦就是对世界的一个感受，对世界的一个感受。其实世界的根本就是来于自我的认定，所以我后面要进一步去谈的就是对我们世界的一个认定，你对自我的认定是不是就像老先生所说的，只是一种舍弃，是一种否定而已。那当然我们佛教徒的话，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我手边拿的是我原稿，所以我是跟你刚好跟各位说我的念法。那就请各位去翻到相关的部分。那我今天要翻到的是第四个单元，也就是老先生对于
这名佛教的一个解释，我们来加以研讨的部分，第四个单元。对于世俗的一个设定，所以
不要执着于世俗，否则我们如果有执着于世俗的话，话不会可能变成俗话。因为佛教徒为了要度世的结果，度化众生的结果，他必须投入这个时间。如果他执着在第一地不下来度化众生的话，他那么清高，他是没办法去完成佛教的事业。可是你投入红尘，滚滚红尘，你没有成就的话，你没有一个所谓如幻的世间观，你投入而没有超越你的意识，因此啊，那会认为这个认为我就比较提到这个自我的问题。不过很在的时候，其实真正到了之后，我们所处的世界，我说不得合理，往往是非理居多，人该何去何从？所以可疑的是，我们对于世俗的执着，比较化成的是我们对于三世界的向往。所以这两个世界没有真正分隔开来。那么因此，所谓的世界其实都是由我们一个人的认定而来，只要你认定一个事情，它是出现一个事件，人往往处在自己所处的位置，认定那个世界是真实。用佛教而言，那是个大希望。所以这十八页这里我提到，有个人理解一切不定，安于舍离，一切的舍离是为了背后有更大的成就。所以跟世俗生活没有舍离的精神，就不能产生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是希望追求真实，是佛教的真正精神。我的时间好像快到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第十九页。所以佛教没有否定世界，否定的是世间的假象。假象，所以我们认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假如我们没办法认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世俗的世界所改变。因此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对自我的问题。世界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基础，所以佛教是从自我的了解来达到世界的转化。于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是谁的话，我们的世界就会开始迷糊。自我是什么？以佛教来说，自我就是无我，所以没有老先生所说的最高主体这个概念。因为假如有这个概念的话，这个就是无我。既然是无我，就是空，空是不可言说。所以当这个自我破除以后，世界就不一样。因此老先生所说的四个境界，就是信我、情境我、认知我、情绪我，通通都不是真实的自我。因为以佛教的理解，我是要破除的对象，要舍离的对象。那么于是我这里到观世音提到一个问题，第一行，人常常陷于希望，这个希望财色名利睡，固然是希望。儒家所说的伦理世界，当然也是希望的一种，希望的就是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当人不再执着于神圣，这个神圣两个字，而且跟这个儒家人说的，我们扮演世俗的角色，就是这个所谓的神圣的角色。如果回到当时的自我，所处的世界就有不同的意义。所以真实是不同程度的希望，希望众生发现真实。刚才所说的世俗地跟第一地是没有完全分开，所以所谓的自我未必是基于伦理而来的道德。那么当人不再坚持自我，多面不及，包括各种神圣的价值判断，真正的自我才会出现。不过这个所谓真正的自我都是别人所发现。于是我们要我要说一句话，其实就是佛教常常被误解，一部分的理由就是没有从修行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全世界的话，我个人理解需要回到宗教信仰以及禅修境界来谈佛学研究。假如佛学研究有所谓
方法学的话，离不开宗教的实践。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基本概念。当然，像我所说的，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充分的去展开我的论述，所以就简单说到这里。各位观众，比较谢谢。非常谢谢吴教授的他的发表啊，其实据我们理解，就是佛教在讲那个出离心的时候，应该还有个增上心啊，那个增上心，如果用现在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出世的出世的一个观念、一个经验，然后去做一个化成物质的啊一个自动的工作。刚才这个潘教授这个吴教授提的，就说就是应该回归到宗教的信仰或实践，我们就相信。做到有位潘哦，潘德荣先生他在结束那篇里面，他提到说这个其实自己对现在具有强烈的一种实践的一种倾向。我非常谢谢他。现在我们再请第二位啊，陈建行教授来帮我们发表。好，谢谢潘教授。嗯，在座的一个贵宾，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的题目是大智的菩萨念佛的文章成为净土中心点的诠释问题。刚才吴教授的最后结语说，佛教的方法学来自于实践，来自于信仰，这个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我想一切的方法一定要先做，佛教也要先去的实践。那我今天所发表的这一篇论文，最主要是从印光大师他本身的实践修持印证出来，而他认为这样的修持是可行的，是可靠的，可以把念佛的功章划分或所归类，来自于让它形成所谓的净土之一，成为净土中的主要经典。那么大家都知道，大师的菩萨念佛圆通章是来自于。是以这个舍门尼经的卷，那么中堂至清末之间呢，属净土宗的人士在注解这部经典不多，所以相对的，对于圆通章的著述也同样的没有受到重视。那么到了清末民初，印光大师就实在了他极力的倡导，而且将这一章经典啊列为净土宗的主要经典之一。他说大师是念佛菩萨，大师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是净土宗的最上开始啊，而且把这部经典跟原来的净土释经合并为所谓的净土经，就是现在净土宗行者大家所了解的啊，在这个在修持上所依据的主要的经典之一。那么也因为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的第一章的祖师啊，所以他对这一章经文把它归列到这个所谓的净土宗五经之内呢，所以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我这篇文章最主要是要以印光大师的诠释为主来探讨可以转换成这个净土宗经典诠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将念佛圆通章视为净土宗经典的依据为何，第二个问题所要探讨的是近代的净土宗学人对于念佛圆通章的诠释带出了怎样的修持的理念。那么净光他未曾对于这个念佛圆通章做出通篇的注释，乃至于对信徒做这样的一个讲义，他实在跟信徒的这个书信往来之间呢，在强调念佛圆通章的重要性，以及这一章里面的出色又跟信念相继对于经文以及他个人读者的信息，他认为圆通章里面的净土宗最上的开始，尤其是出色六根信念相继这一句话，他反应起结合的说，净土法门修持只要在出色六根信念相继，只要大家能够一起力行的话，就可以亲自得到很大的利益。那么出色六根的念佛内涵到底是怎么样的？印光大师的说法是，只要你的心专注在佛，你好，你正在念佛
候，那么这个就叫做摄住即证了。只要口中称念佛名号句句清楚，这个就叫做摄住即证。那么耳中句句清楚的听取这个佛的名号声，这个叫做摄住即证。那么他说要先摄住这个意舌三根，三根一旦摄住之后呢，那么眼根一根根三根你就会随之而摄，就是他所谓的如摄住根的方法。当然在这个摄意根舌根耳根这三根方面，它也有所谓的服从的关系，是他希望能够先摄住耳根，而摄耳根是最为重要的。他说常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就是这个如舍六根的下属，那么耳根以后呢，其他的部分呢就会向外摄住，这是他做一个最主要的方法。那么所谓的摄入耳根呢，也就是所谓的摄入意经，因为他们说念佛的时候能够摄入意经，那么就是摄六根的方法。那么经验相继是接着你入摄六根所后面产生的实效，既然六根已经摄入了，就能够获得净念，相继持续的这样持续的呈现出来。那么这个所谓的净念呢，就印光大师的说法是说中摄六根而念，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中摄六根而念并不是心中完全没有杂念，所以印光大师在这里他所定的标准是比较低的。他所谓的净念的呈现是我们能够摄入六根，如同他刚才前面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方法，不过跟不摄来相比较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或是说杂念还是会有的，但是跟不摄比较起来还是会比较亲近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把它界定为所谓的净念，这跟我们一般所谓的一动不生乃至达到念和不念的这样的境界是不同的。它的标准定的比较低，可能要偏众生的开放性啊，或者不过这个他所提出来这样的念佛跟中章里面的入摄六根的念佛方法，跟小乘经里面所提到的十相念佛是有所不同，这是我们下午上做的研讨。接着我们来谈的是以持名念佛来诠释这个念佛精通。我们都知道总的年经里面他教示了二十五位菩萨九正的这个精通，他跟陈十大念佛的十正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而这二十五位菩萨他们的方法其实都是从十相啊，说十相念佛。但是印光却又说楞严经呢实为念十相佛的最切要法，然又为持名念佛啊，绝是求生极乐无上大教。他的意思是说九楞严经所开示的这些方法都属于十相念佛法，没有错。不过呢，这个就念佛经中这个来讲，持名念佛倒是无上大教。就是印光他刻意的用持名念佛的这样的方式来诠释念佛的实相，认为这个手跟眼睛里面的圆通意跟这个持名念佛法是可以相通的啊。换言之，透过持名念佛也可以证得实相，好，大家可以看清楚。然而我们都知道圆通章里面的原意不必如印光大师所说的这样啊，是教人家以持名念佛来修。因为照这个经中的原意来看，念佛圆通的本意也是属于十相念佛，念十相佛。这个大乘菩萨他直接谈到，我无选择诸色六根净念相继的三个意，十个意。这是大乘菩萨的佛法，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我无选择，并不说，因为他的眼所见无非是舍利而所无非这个我身应力所修无非佛相啊，以此类推。应舍所学五根佛号等等等，所以他们这样才叫做我不选择，这才叫六根起念的。好，按原来的可能叫做一相念佛法，这种念佛取舍，乃至于一根圆法的这样的念佛法，跟印光大师所用持名念佛的方式完全是不太一样。然而，其实印光大师还不是不知道手楞严经里面这样的解释，他自己也讲到说，我选择的，他自己在诠释。自己说我无选择，他自己说我无选择。他说言无选择的意思，就是说
电用跟可能是他里面火，是他也是把原来他们的用火房跟实相的用火房，所以这个才是天空当原来的原空时代。那么隔天金光大师知道原空当的原始是电极这样的实相念，但是他却又说大师知道原空当的原始力量啊，不是实力这样的方法，一转而成用火的原空当这样的修持方法呢，就是实力的。那么照这样看来，印光要强调的是实力可以证明实相，好，那这个无可厚非，好，因此圆通上的圆通不同，两者之间是不相区域的。但是实力念佛、出离心的念佛可以证明，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所念的佛念的是阿弥陀佛，在什么年纪里面会念佛通上说起，如果不见得是阿弥陀佛，而把念佛圆通上转移成进入中的第二念，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印光大师的想法不成立的啊，他有他的见解，这个见解是来自于他从实践修持的证据啊，并且以这样的实证来教化我们啊。那么前者可以说是他自己所上师佛道的部分，后面的是教化众生的部分。那么这也是我们下主要可以说教化的这样的角度来看印光大师诠释的地方。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六波圆通章成为净土宗经典的共识，这个大体上我可以这样概括去说，在近代不要说是净土方法，它是啊这个以大家都会以持名念佛的方式来看待净土宗经典，那实际上是各大师以及以南居士等等他们这些有前嫌也都是持这样的看法啊，在我们当地十条十页的这样一本做一些证据的。接着我们来看所谓的从教化的立场看印光诠释的两看，所谓年轻的时候据说大师是化王子与其同有五十二菩萨即同坐起即立佛时，这里说指出的五十二种皆为正果行者啊，这五十二位菩萨五十二菩萨是五十二种皆为正果行者，力量跟大师的菩萨一起同修持念佛法和一同正念佛法，这里是要强调如何在真念佛法中修身之处，五十二种机会菩萨都在真念在修念佛法。那么这五十二位菩萨呢，可从因地跟果地来诠释，从因到果地展现出他们修行成佛这样一个历程，具有往下回向的意义。那么从果当中展现出他们正果以后教化众生的那种悲悯，具有反向回向的意义。那么在我们净土教学里面，是从寒暖这里回向提出的所谓往下回向、反向回向这两种意义，就我们同时谈到啊。那么去往下回向跟反向回向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纵向回向跟横向回向的说法，这里有这个意思，我们来注意的地方。依照圆通章的读脉来看，这一章的经文所教导的是以上这种行为，就从脉里面讲的是属于五十种皆为正果行者啊。那么这是符合所谓年纪里面二十五种非常接近的实相的佛法的一种分，他们修证层次很高啊，这个跟全智者用持名念佛来支撑这一章经文的修持法有一点的出入啊。当然出入的原因是印光为了要教化众生的基础较为简单的方法啊，所谓的这个持名念佛，当然这个也能够反而看出印光大师和圆通大师的诠释相对。我想在这里利用这个五科，他在这个论述教化问题的时候，是以他这样的思维条件来比照一下印光的教化知识，这样也可以看出印光如何诠释的，就用他的经验来诠释圆通章的概念。那么关于第一点呢，就是套架，也就是说佛教自性化它的，也就是说上面所说的纵向回向比横向回向，这一套的价值对印度宗教来说是唯一的。啊，因为它不是并列居同伴生与幻境啊，依照五科的意思来看的话，这种教化要符合整个的概念，整个自己对整个它的自性化它。那么关于第二点，身心价值是不变，就是可以不弃，这个跟印光强调的身心和境界啊，让所有人能够保持并且透过身念佛能够相同实相念佛大悟解脱的境界。那么关于第三点，是要让人获得这一价值，就必须有某些明确和规范的行为，
是在印光的教化里面，它是跟性关系，也跟不住的我们中在某种上大概知道的方式，以及它所强调因果轮回暴力思想这样的思想的延续，而且印光自己也努力现身于此世界，好，它是有很鲜明这一方面的样式。那么关于第四点，它提供的规范的步骤及序，并可被确立正式传递和教导的方式。印光与慈云念佛教师如何铺设有关印光的前辈的介绍，那么其中口念佛如何设立的方法，就是明确的规范之意。印光详细的教授进行操作的这样的步骤跟技术，并且确立正式他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清楚。那么另外我要从宗教的伦理方面来看，你说当一个人断言应该要如此的来去做的时候，他正在使用这样的断语跟我们的东西来去进行说的比赛合作啊。当然他也正向别人推荐这东西，所以我们的宗教的神术表达就是这样的意思，会对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方式或是方法神奇的他推荐这种技术。印光的神智极度执着于圆通章是对弥陀净土的支撑，某某办法不是啊，印光虽有执着于推荐弥陀净土法门的形象，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执着起自于他的信仰与实践的见的这个见，他决心尽其所能要去这样做的同时，他愿意将这个法门的可靠性与自由的说这个法门的可靠性及修持方法的可行性以及给众生啊。那么从宗教的伦理的角度来看，念佛法门的可靠性及其修持方法可行性，当然就是印光这里学到自己基础的基本结构了。好，那么印光也是念佛，说可以达至念佛运通，这个从他所形成的念佛，当然就是具有救赎，就是所谓的功德高。
啊，因为咽喉咙通常被转换成清除中的经典，是硬光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咽喉咙并非不能够用来诠释鼻窝清除方法，这是一种转换的诠释，应该视为具有创造力的诠释。那最后我做一点解释，就是说从理论化跌到实践会保持的一种辩证的关系。尽管我们修正者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要达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成果上面，但是还有生命特别这样的宗教信仰来看呢，我们所提供的一种方法啊，广泛的来啊。因为经典本身所它是一个课题啊，它让读诵者去建立自己的诠释观，这一种诠释观点并不能够确切的指出标准在哪里啊，因为勾勒出标准的恐怕是非经典本身所应负有的责任啊。那么因此呢，这个方法其实应该值得了解。那印光大师所提出这样的持名方法的持名念佛这样方法，相同于圆通章，是他对圆通章的认识，如同他所讲，其实他的信仰和实践，他有一种生命的互动感在做这样的产生。不过我们在这里就要强调是说，我们当然在不自觉当中，显得会认为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最重要的证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同念佛圆通章，大家会认为说他有教导念佛法，因为他的佛法的方法就是这样。尽管我们前显曾经说过，诸教菩萨多在地图，好，您这样子说过，而且大乘经论也超过250部，强调阿弥陀佛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居然认为念佛圆通圆通章所指的念佛就是阿弥陀佛，或是他的念佛法是。毕竟守楞严经的经义不是如此，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那是我方法，谢谢。我非常谢谢陈老师、陈教授的他的作文。我们今天这个从昨天到今天呢，这次的学术研讨会的最后一篇的论文呢，是南华大学宗教所啊，跟这个系主任还有所长啊。李凯文教授他等下做一个总结吧啊，所以我们现在把最后的一个完美的 ending 啊，先交给他，有请李老师。谢谢基督法师的这个介绍哦，我让我想这个易经886卦的第一到第二卦啊。六三卦应该是跟地地，对不对？啊，那六四卦是未地嘛，啊，对不对？那换来说啊，其实我要说我这篇文是这个六四卦啊，未地啊，未地地的话就是完成了。啊，就是那个包括金老师所提的啊，我们这一场研讨会其实要在对话的方式当中进行啊，因为这个佛学跟人文学之间的互动啊，很重要。比如说，好比说啦，你要科技整合，你要把每个人交到乙方、乃良方家里去的话，那就是磨合一段时间啊，要跟这个上面的婆媳问题啊，跟你的夫嫂问题互相磨合。所以这个，这个情况之下呢，所谓这个化学的讨论啊，实际上是需要直接慢慢去把他一些问题找出来，然后慢慢去找出他的解决方式，就是找一个平衡点啊。对，我想我的篇论文应该是886卦最后一卦啊，是未地啊，它是在第三十的农地卦。好吧，那我的书叫这个在扯经与这个解经之间呐啊，迈三种螺旋互动的佛教系统全四经学啊。也有问题啊，好像说以前在教书讨论的时候遇到常遇到啊，我有一次遇到一个中医师哈，他跟我讲他变太极。然后他们讲太极啊，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是直卦、直卦，它是讲生八卦啊，就是这个八卦有道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说的太极有道也对啊。所以说他来提到这个道的话，这个佛教也很道啊，是生命发生道、生性不道啊。所以说这个道是一个道啊，所以他在里面说太极就是道啊，道是佛教，所以太极是佛教啊。所以各位那个诸位来。感谢您啊，所以呢。
解释其实就是要把那个文字当中里面的东西的意义出来放进去。那什么叫舍弃呢？舍弃就是说它有点把我们的强在名词上面，然后赋予它原来就是不确定的意义，有点像刚才那个东西是一样啊。那大家经过它的解释之后，太极不抽象，好，这不合理啊，这不到一贯之道。那如果说谈解禁的话，应该是要像一个很积极的来解释啊，然后去讨论说，这个经文啊，它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你要讨论它的意思，说呢，你必须要还原到这一段经文它上下的关系啊，它也是个经文，这个感觉还有互文性的关系啊，就经上那个蔡健老师提到那种啊，单一的文献跟多本文献之间对比上的关系啊，所以它其实。像科学解释一下科学啊，那目的就是说每一年都会解释，有的解释的很棒，有的解释很不好，有的解释很高妙，有的解释的很微弱啊。那重点在你所用那种科学方法精不精细，有没有把那种作者原意作者说，因为正经来讲，这个当时说口中啊，你的原意照出来啊。那如果说我没有学过这种自己学的方式，也就算是不错啊。那反而讲可能是我们在方法论上的意识其实不太成熟。那所以我这篇文章啊，就到什么地方来探讨佛教到底有没有靠所谓的自己学的一种建立呢？啊，那各位我们想一想啊，增长十二部经典啊，大乘经这么多啊，这个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大乘上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是其实作为部分啊。那你要解释的部分，用那个适当的方法来进行解读啊，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可是我反过来思考啊，佛教到底所谓的解释的方法是一个那什么时候哪知道就是说，解释的方法要依照一个自依啦啊，就是依法律的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还有一个依法不依是等等啊。那这种解读方法是比较后来在阿弥陀佛跟大乘才出现的啊，就是说以这种方式来作为这个佛教解读的一种态度啊，当然可以，不过还可以再加以讨论啊，也就是说他依法不依人说嘞，有时候依的那个法在每一个佛教系统阶段里面都讲不一样啊，如果说是波罗系统他提到波罗经啊，叫依自依的话嘞，他的法就是波罗啊，那如果依为是的话嘞。我之前说那个法是自为是啊，那如果是佛经如来藏的这个思想的经典的话呢，他反而说依那个法依如来藏，可见啊这地方啊有点矛盾啊。那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论文的这个主题来看啊，三点零啊，这个佛教的这个释经啊。好，那我想我还是回到我们本啊来看一下啊，先看看到底我要做什么。好，我们先看第一页资料。那本文的解说目的是在于啊，说菩提透过一般宗教的实用学成佛的反思啊，那以语说起佛教对具有纪念性的重要证据为核心啊，从一般实用学啊、特殊实用学或文类分析啊，对应用实用学带有层次，建立靠兼具实用性与系统性的佛教实用学方法及规则。对我这边要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谈的这个是自心学和是哲学的诠释啊，就是有两点看起来很大啊。啊，我谈的是一个方法论的界定，这到底是一个方法论的反思啊？当然是部分有涉及啊。那这样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在兼具这个经文原初意图与初心化意的前提下，从三种人生代入啊，就是他、我还有你的角度嘞。迈向一种螺旋互动的佛教系统学啊，以助于无人啊，如法理、如律理、分理、诠释佛陀教的自己出体化的啊。所以我这边点这个，我认为的观点就是说，当解释经文的时候，或者解释一段文字的时候，甚至解释所看到经文里面的道理。OK， 那我们要回到三种身份，第一个要了解到底他。在讲啊，那个他代表讲什么？对，你要还原到这一段，或者说这段情景、这段画面，
它所发生的场景啊，里面的相对的人事物互动啊等等。再来的话，我若说不停的在现在的这样看到说，那能够看到是比较一个客观的啊学术性的研究，它可能是跟宗教之间的关系就会拉大很大。啊，如果它不同的相关的一个宗教的话。跟时间有关系，没有错啊。所以这时候呢，要把解释的这一种主体啊，拉到第一人称，哎，来问说，到底这段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啊，那这个要透过这种自我的发问啊，能够把你所看到的东西，比如真正经典的一个内容呢，建立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这一种啊，要先讲一下。再来，如果是自我之间而面涉及到他人的这种这个分享的话。那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种治疗案啊，就是这一个啊，自我就是不管他人，就是说把它推到第二人称啊，跟你啊，啊，或是一个无数的人，你跟他人分享。所以我们这些所谓啊，罗旋涡轴的多号系统经学就建立在三种人称的这种啊上面，然后开发出一种解释的方法。当然，这种建立可能有点太难做啊。所以我先说就是8865到最后一段啊，会一段啊，还没完成啊。好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正文啊，为什么要来谈谈这个问题呢？啊，那我在前面提到了啊，这个哲学的这种思考啊，实际上都是一个基于巴布基啊、欧美的这种啊圣经的解读，还有哲学学方法的这样来进来，慢慢考进来啊。到20世纪的时候，特别是伴随像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开的一个大的法啊，他们思考玄学问题的时候，把玄学拉到哲学的讨论啊。那当然，这种理解呢，跟讨论呢，也对西方的基督宗教的这个探讨啊，啊有一些影响。那我们了解啊，台湾的一个学术的发展，基本上啊，也是啊，跟国际学圈的这种发展有它亦步亦趋的关系。啊，换句话说啊，啊，现在所流行的这一些哲学的文化啊，探讨说前人所提到的后现代啦、结构主义啦、后结构主义啦，这都是先在欧美它流行几年之后嘞，然后台湾才慢慢接受了。所以我刚提到的这些哲学玄学嘞，可以也影响到台湾的这一些学习的这个研究啊。那台湾。那近20年来啊，在台湾做佛学学科的也慢慢把佛教啊跟玄学这两个形象给结合，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哈、比如说像赖廷说他要写一个叫佛教学的书籍啊。可是问题就是说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如果这个黄国清老师所提到的哈、台湾这个佛学研究基本上它在起步啊。那如果说你跟欧美的研究相比的话，跟人家所接触的这个历史研究后面的玄学的时间啊，已经超过200年啊。那西方的那种哲学玄学的反省啊，基本上是建立在那种语言不玄学的思考之上啊。所以你看一看啊，像开德的这个玄学大师啊，基本上他的这个博士论文或者的论文啊，就在解读希腊的这一种文学或宗教因素的这种。问题啊，巴布他也是一个文献学者，而且是一个非常懂希腊语言的一个学者啊。可是如果说我们在吸收的这样的文献学，进入台湾的时候呢，没有历经那么100年、200年的这种历史文献学或语言文学的训练，突然之间啊，就把人家这个当代那些主要属于比较后半段的这种学术成果吸收进来，好像没有吸收他们全部前面的三个东西。其实这种做法哈、我认为这有点像赶游戏啊，或者说东西它比较没有根基的啊，就像孔子说啊，有君子不本啊，本立而道人。可是我们没有本啊，那个历史文献学基础跟语言文献学基础没有本，所以说当有些啊当代的华人学者，不管是海峡两岸或三岸啊，他尝试在进行把佛教跟哲学玄学接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背后的那一种功能，跟背后那一种的啊，欧美所做的训练的基础没有的啊，因为只有去看这个地方啊。那这地方的话，本来补救或者本来加强那一段没有建立的东西嘞，
就是当其实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啊，我这边要提出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说 ，OK， 那在我们完全进入到所谓哲学、玄学跟佛教研究的过程，这是完全建立啊方法论的系统的规则。啊，那套规则的话，它可以一方面跟这个原文现学，还有跟这个哲学、玄学互相接轨。啊，所以我最后那个思考也是从这边来着手。换句话说，它是要长期接触，啊，我们把。说离子跟苹果的两个部分互相接触的话，那当然因为接触地方要特别保护它，密码科普的它。好的，那接下来我再谈我这边这个写作目的啊。在第二页中提到，很多的资金学习是六种的经营当中的其中一种方法论的啊，所以它并不是属于这一个哲学资金学、哲学玄学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设计方法在第三页我把这个分类啊，如果说我谈到学是学科类，它是哲学学学，如果说谈的是自经学啊，它是指方法论的自经学啊，两个把它分开来，一个是方法啊，一个是哲学啊。好，那我现在快一点啊，这个跳到这个第五页啊，不是我们刚所提到的啊，这个在吸收这个欧美的新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还要去，还可以再去看一看他们那种哲学学发展的过程是经过哪些条件的话，那这个的观点呢跟观察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我们自身这种解释的观察建立有很多的帮助。好，那其实我这边就提到就是说了哈，西方的学界它每天都是自己学，好，那特别哲学学玄学跟自己学之间关系。常被提到，好，那为什么佛教在当代会突然之间就对于世间学或玄学这么重视呢？这个一方面是因为在欧美的这个国家当中啊，他们的这种学术历史当中，基督宗教重要性的地位所体现。好，那我们要了解啊，基督教的这个文化，它包括对这个圣经的解读啊，至少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啊，从这个圣经的流传。到国际化，到这个教会的建立啊，从三世纪到三世纪的这一种教会哲学，基本上都在诠释圣经啊。一直到当代，特别是在面对16世纪后到17到18世纪的发展时候呢，新的这种啊科学观、宇宙观，以及我们在挑战圣经原有的这种世界观跟宇宙观，甚至它的这个起源论啊，所以。基督宗教中圣经所面对的挑战性是很多的啊，因此他在面对更多的挑战过程当中呢，也不断为自己的经典跟意义在做辩护。所以这一2000年来的圣经学，特别是基督宗教圣经学，它很发达啊。那这个发达的部分不啊，大家要说了哈，当这个欧美的人士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他有当参考对象啊，也就是说他会以过去他的基督宗教怎么去研究经典的方式。来跨越在佛教因此呢，他们也这个某些对于佛教有偏好或爱好的人，都是这些佛教学者的时候，他在思考佛教自己学一个道理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基督教的方式来进行学之后这个反思啊。是这地方啊，我们如果来建立一个佛教自己学嘛，那应该要对于另外这一个部分的基督教部分啊，应该要多加侧目。往下观察，看看他们面对这个现代性所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在那个时期的下一个时期，佛教哲学也会遇到。那我想，我讲比较明白一点啊，好比说啦，哈，20世纪末有一个哲学家叫杜特曼，那杜特曼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宗教结构哲学的这种哲学家，好，那他曾经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如果说他要当一个20世纪的这一个基督徒，哦，又要当一个20世纪在大学教授的教授以及知识分子的话，那可能他就挑一个20世纪的肯定。为什么呢？因为21世纪或者20世纪的宇宙观的那种我们宇宙看法跟21世纪的圣经几乎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观。那你要是把传统的圣经的语言拿到当下的世界观来解？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好像佛教学界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积极的面对。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在未来的下一个指数的这个时期，这种科学发现会慢慢的由新的观点来挑战越南的宗教的思考。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怎么对过去古老的经典的语言重新赋上新的意义，那个就变成一个主题学很重要的任务，而且它可能各位目前在座的各位的一个任务啊，也许不是任务啊，因为我们下边是它的其他的。来，那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这个问题有它一种性。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要怎么来建立这套经济学呢？那个我在第六页提到了哈，自经学很重要。到学生对我来讲，自经学的重要性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啊，佛陀的教导是什么。好，那刚才不会把这种道义学说的传闻啊，就像刚刚那个故事一样哈，太极大黄啊，道义的逻辑啊，逻辑是佛教哈，对，太极佛教给弄得不清楚。所以说，这个自经学它基本上有道理，把道理。这个佛陀的意识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它就像是一个桥梁一样，可以帮我们跟这一个古老的经典之间呢，建立一个沟通跟理解的桥梁。好，所以如果说没有这道桥梁的话呢，我们怎么去跟古老的经典沟通呢？好，而不是说我们要去跟人家讲法说法，可是你都讲古代两千一千年前那种经典的方法，那对方听得懂吗？显然不会是。所以，如果说可以发展好我们跟经典的沟通的方式，啊，一个是自经学的话，那相对的，我们在把法给讲出去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顺利，而且也可以把古代佛陀教导的意义跟现代人所生命的生活的处境的问题相结合，啊，所以说它是有很需要的一个关联性。好，把握时间再往下看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八页啊，第八页这边的话，我就把这个自经学做了三项的这一个补充啊。第一个，我认为自经学是一个解释佛教经典的科学啊，它是 science 啊，所以它强调系统性，强调方法，强调验证，强调这种技巧跟技术啊。第二个，我认为它是一个解释佛教经典的艺术，这是因为啊，这个解释本身不是。要达到跟挖掘这个佛教经典的意义跟真理，至少他要解放我们内在的烦恼。所以他只要烦恼的话，必须要技巧。技巧就是一个重点在现在啊啊艺术。所以说，怎么运用这一套方式呢？让这些很高深的真理的学问啊，跟实践有关啊。那谈到实践的话，就是最后一点，它必须是跟这一个佛教的灭烦恼的解脱。的实践是相关的。如果说缺乏这一点的这种处理的话呢，哪怕说我们所谈的自己学的这个道学术啊，纯粹学术啊，它可以被放在博物馆去看啊，它是没有办法生活研究啊。好，所以我把补充的三点，它是一个科学，也是一个艺术，而且跟我们的面向宗教之间有关的。再来的话，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啊，这套方法，这套的方式要怎么去进行？我从那个第十页第九页到这个第十三页第十四页啊，第十三页这边呢、啊，就大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啊，其实过去的学者在对去发掘啊最古老经典当中佛陀学义的问题花了很多年啊，那这种问法是从这个巴黎圣经学会成立之前到现在啊，经历了快一百多年还在问啊。所以我们讲没有什么最后的结论啊，就个人观点来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也许我必须要改变另外的方式来问，要用什么方式来在那种纯粹的这种啊直觉跟这种客观性要求的这种跨越性之下，来找到一个我跟经典沟通的方法。好，所以我这边就提到哈，在这个第十四页这边啊开始。啊，我运用一个当代的这个基督宗教基础的和长老学说启蒙的一个观点啊，那他提到了啊，第二段，如果说我们要来做一个自信的方式的话，那面对种种的时间空间啊，心理甚至文化的距离啊，那么呢，从人生伴侣的角度思考呢，自经学对于诠释学要求的不仅仅是客观第三人称，它是什么意思？这个一个
他还要要求警示啊，这些经文在今日世界脉络下的情况，啊，并且从主观的敌人身份，他对我有什么意义？好比说嘛，你读经典之后，那我们要问，我们现在有问题啊，在疾病啊、堕胎啊、贫穷啊，这些经文到底对这些经文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啊？啊，再来啊，同时他也要求从敌人身份，我如何与你分享上面的意义来谈？因为这个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宣教和宣道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他谈一个这个解释这个啊经文的话，也是像从刚刚所提到的三种人生，而且他的方向可以这个啊愉悦，就是说第一个要先从第三人生问他的意义，然后再问第一人生他对我有什么意义，然后再回到第二人生。取决之后呢，要去问我怎么把握住机会，到你跟对方、跟大家分享。好，这是一个问题。好，最后的话，我们直接看到结论哈。所以这地方哈，第八页我提到的哈，如果来回答刚刚所提到的三、一、二三种人生的处理方式的话呢，那我把这三部分，也就是第一部分呢，它要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规则。啊，这个部分呢，啊，它属于多点的一般研究方法。那再来的话，它也要处理一个特殊的心理学，就像这个我们提到国家的文类啊，12种啊，还有说因缘际遇啊本身啊，那每个文类的解读方式都不一样，就好像你看新闻报一样，你不会把那个社论的观点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你也不会把广告当成一个社论看待，所以不同文类有不同。这个部分我把它归在特殊的心理学，这会遮挡人类导致它的方法。最后的话就是回到这个第二人生，这个部分的话只要从这个哲理学学方面再讲一遍。好，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了，因为这个它只是一个抛出问题，就刚所提到还没完成，我会再思考。那搞不好这个工作要由各位来一起协助进行。谢谢各位。谢谢李老师李教授的发表啊，他说要经过一段的磨合。我看李老师呢，他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一个磨合。我想现在他应该已经知道了人生很好的诠释，他现在应该已经有融合起来对吗？我们非常谢谢他。现在我们还有15分钟，开放给各位下面的与会参加者，那我们来请教他们三位有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论文当中需要请教他们。好，对了，我是庄教授研究学生郑和道。我刚刚听到那个吴老师讲的那个新兴论啊，借用那个宇宙展开的文化，就是佛教里面有所谓的道，然后道教里面有所谓的道，那这边我们要谈的是说佛教里面有讲到所谓的心性论，但是那个就是如道佛三家当中有讲到啊，比如说那个儒家的心性论呢，讲到一些就是仁义之类的啊，那道家呢也有讲一些无为的啊，然后在所谓的佛家里面有讲到那个就是幸福的那个一念三千呐啊，或者那个不是天才的一念三千啊，或者那个就是幸福的啊一心不乱的问题啊，那就在这里呢，就是刚刚那个吴老师呢，他有提到说，讲到说那个就是知己受有福，或者无知无受无福啊，这一方面啊，我现在想到是说，知己受有福，是不是所谓的被比较被自己所谓世俗地，然后那个无知无受无叫被自己所谓的真地，啊，那在当然在这世俗地跟真地之间，它要靠修行啊，要靠修行啊，度化众生啊，啊，就是刚才一方法师说到的，要入世要度化，靠修行来实现这个度化或者解脱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对。看法啊，提不到这一点这样解释呢，就是在新兴论这一边呢，有它比较适合的地方，就像那个，知道。
到的是五十到三家的新兴的这个不同看法，我认为有提到儒家的对于人应伦理而理解，所以就是人性。佛教的话，一直的空性的意思称为佛性，所以对于心性有不同的理解，当然就是成就不同的一个世界。所以说，刚刚提到说，宇宙有无数的不同的性，以世俗来看的话，这就是。那如果以实际来看的话，那可以说这个观念对他就是不知道现象吧，就是联合部刚才你所提的问题的意思。谢谢。好，谢谢这吴教授的回答。还有没有哪一位这里有没有同学再来问题？没有啊，那我们要问他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就我个人的认为，从这阿毗达摩开始，他就在解释佛的经啊，那么那个地方开始就可以算是一个四经学的一个开端呢。啊，还接着就是从天台宗智的大师开始，他的不同经论啊，一般共读。那我不晓得在您这看，他算是解释经，还是说他是在解释？你老师们在说经论。啊，那个这些事情是开始做啊，当时很多的父亲啊，对我都想到这些事情，包括对国王也开始了，所以当时国王也是大法的时候，也是进行一个这个分享之后，当时会有一些情绪，当时会有一波跳涨，所以他们要求我的一些情况，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至于说那个天台那个部分啊，整体来解析呢，我想有时候解析这个整体呢，基本上它是一种辩证体的关系啊。三二一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这个很难界定的啊，因为它还没有到界定东西，就对这个界定没有想象啊，所以可能没有法用个人的方式来说它是可能的界定，或者说它那种理解的方式是不对的啊。好，那刚刚这个吴建才教授有提到说这个诠释经典，好、哦，要跟这个解释，好、哦，但是我们也谈到学界很多学者，他们说这个做这些不研究，好、哦，不能跟这个修行，好、哦，混杂在一起。那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讲，从当代的这个哲学诠释学是说得通的啦，好、哦，哲学诠释学这个很理论专家。他是说，我们在理解文本，其实就是在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所以修行本来就是一个啊理解的这个基础。我是想听听看说，这个吴建才教授有没有个人的这个对这件事的这个说法啊？然后再来，我就针对这个陈建煌教授啊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当然我要再分析啊，那确实这个地方版。法师的这个诠释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陈建煌教授在这个佛教经典诠释方面哈，是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这个研究和这个示范。好，我想同学们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说啊，陈教授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如何去阅读经典，啊，如何去这个。谢谢黄老师。修行当然就是研究佛学的根本。我刚才已经提过。我认为学不是世俗的学问。我们是俗人，所以我们活在世俗的世界，要尊重世俗的法则。所以说。我说我这篇论文是我首先答应要写，可是写到今天为止第四篇，写到我最后
我觉得深度疲劳。但是我有答应把你弟弟请出来，可是这条答应不是写这个题目，这条答应是要写在脸上，要让他是可以在脸上解释以及他的方法的一个应用。可是我这半年来都投入到老先生的著作中，一直透不出来，所以我无法完成我原来的一个著作。是人在江湖，我们现在的时间里面必须努力的生产我们的著作，可是还要对得起我们的良心，所以写出来的学问一定要真实，人家说真诚而立，所以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只要我们用心的话，假的也是真的，不用心的话就没有真，真不可能是不可能是假，这是确定的事情。可是真之所以是真，因为有真实。这一次我们做学术研究还是要有一些真实体会。刚才我提到老先生的一些我对他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大多数老先生是用他的哲学观点来理解佛教。所以说他提到的苦，如果我们苦只是一个概念，没有真实的体会的话，就不会有出离心。既然如此，这个是违背了佛教的根本立场。佛教说苦并不是一个概念，是一种真实感受。所以修行也是个真实体会，如果身心没转化以前，是不能够参与这个经典。一点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懂就对了，经常把说把它读到的内容都可能，我认为可能这些是不对的。就像我现在讲这个梦，在学校讲这个水优，我就发现这个道理，读久了就会懂。所以这个最好的诠释方式就是好好老实的把它读懂。那么学术只是世界的学问，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我非常谢谢刚才这个胡建才教授，我觉得好像林记说的一位不卫生的做出来的真学问啊，这是真学问。好，现在我们把那个陈老师陈教授来回答。刚才黄教授提问说，我如果在研究经典，如果在做经典的诠释，我觉得我首先必须要先讲一件事，就是说，一样的，我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趋势呢，写的这篇文章多多少少也是有点进步的这样的味道在。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之前我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文章给黄老师的，但是他说我一定要再加一点诠释的东西。方面的东西再做一点说，所以因此我就完全的改写了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跟我前面那篇文章是不一样，所以为了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写了2篇文章。但最少这个英文大师就写这个文章出来。但我这个本身，因为我对于英文大师，我是到底我是对他的研究是有一点认识，所以我在这里处理上就比较方便。那从这个角度，我可以再简单说，我是如何去阅读。比如说我现在我已经在做一个这个大幅度上面，我可以用藏书，就是清代玉宝法师的那个书抄，那我花一个思想去解释，因为我可能上面知道他的花语言学者，那刚才吴教授所指的这个那个宋代的长水诗句，他的那个文艺梦读书一生难标题那个文章，他其实带一个花语言学者。话语思想来做一些分析。那我去阅读经典方面，还是比较属于中文系的比较传统的方式，用训练的方式去做。我们先找一些版本做考教，好，把这个位置把它记忆清楚，好，从本教、他教，好，来自立教的这种或者教派的这种方式，从佛学中，从我们训练的
慢慢去把这些东西先洗一遍之后，然后对照说自己文献上的一些东西把它洗一清楚之后，然后我所做的我只会做历史性或者研究的东西，就取向比较属于学术思想发展是这样，其实学术思想是这样，所以我相对做历史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探讨这个学术问题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之前在有老师处理它之后，像云英达老师的历史台局势等等，他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七八年八年八年，对于这一代的同学们，我觉得他们是比较代表性做了全部一点的事情，那需要两难，那这是往前的，那往后面的一个话，那往上可以，我是预计就像从宋代开始，那可能叫做国子监，当时就是家里的到宋到明，啊，乃至明末最多的那几本书的出现，然后要看家里的情况，那可能就是其实是很不容易，所以一般就是看你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云通上，所以云通到它的注解一代的不同观点是怎么样的，好多老师的例子它的演变，它毕竟我们面对所有的时间的资料很长，但是所有的能够长的资料我们要去看出个人的核心，从小的例子先看不到，那它一定是想学演变，从渐变到演变，那我们要保持看到那个看见这里的大环境的地方，那当然是要多点啊，看你的理解集中，就是说你在面对实验的时候要记住，那我的做的方式呢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在阅读经典处理经典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的回答，可能回答的话比较稍微问题啊，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可能是我们应该都这里很多的研究所学生哈，从他们几位教授里面都学到了很多的方法论啊，我们还有再开放给最后一位有没有问题？好，谢谢。嗯，好，两位好，你先来。嗯，是国光大学的邓思友，我想请问胡教授，现在所谓学术上面，他们是以理性在看待就是学术方面的问题，但是佛教重视的是个人的修行，其实在这当中是非常冲突跟矛盾的。那如果说这两个要同时放在一些学说里面的话，两者要如何去平衡跟达到它的真实性？因为就是南华宗庙的东西，那确实三位人选择精神的一个发表，那这边可能问题想要交给李老师。那第一个就是说，西方神学其实它不管是古代神学、现代神学，或它的它其实跟西方所谓的神学、神学以及后来神学与哲学、神学的分家有非常大的一个历史进展的关系。那就是在发展所谓的佛教神学的时候，如何去平衡或者去看待这边的部分，会比以前从当代的角度切入，或许会来得更好。那第二个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西方世纪卷的例子，大概有2000年。今天提供一个可以做的文章可以分享或参考的部分，也就是说，其实世纪卷一般我们在看书时间，它主要是西方的文学，其实世纪卷最早开始应该是古代教开始，所以它的例子比较在推做。那如果我们从摩西五经的看法来看，所谓摩西五经在一个圣经学者或考古学者的一个研究里面，它已经有分为四个增加难题。那其实后面的增加难题都是在对前面的经文做再诠释的一部分。那至于这一部分，就是可以视为是西方世经卷更早开始的部分，我不敢马后做评论。但是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如果真的是需要从高效去思考的一个。非常谢谢各位提问，先请吴教授来回答。谢谢吴老师哈。好，刚才先说明一下，我提出的是叫做法师，就是我们选道光法师是明代解释了年轻的这个大家，他提出的是这是用可以反对天台的想法，所以就是有一个再来，这位同学提到的学术跟修行的问题，这同时兼顾是不是很困难？
理论上是没有冲突的问题。我觉得真正问题是现在的学术是让人看不懂。之所以让人看不懂，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努力做出很多学术的东西出来。所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时代就需要更多的所谓的科学或理性，或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很多东西必须要符合它的标准。可是如果没有修行的话，我们这些学术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说就是做佛道的研究，我跟牛津是我的博士论文，这十年来我也陆续发表了七八篇这个有关的著作。那我写到一个瓶颈啊，就是写不下去。那你就是没有那个体验的话，你再讲下去也只是在画饼或者充饥。那我们能够讲的其实是世间的一个有经典的一个基本结构，其他的一个脉络我们应该都可以讲清楚。但是你要进入到那个核心的部分，就是修行的部分。我刚才说的念佛圆通，你没有念过，你的身心讲不到那个实相的话，那讲不下去了。我觉得讲不下去，因为你只是讲个地图。我的程度就是把这个东西一个讲一个地图而已。但是你必须去过那个地方，你才会告诉人家说那佛光如何。所以到这个地方要老实，这个地方不老实的话就是难忘。所以学术不问这个，学术讲这个是客观这个我认为都是指世间的学问。所以这个世间的学问跟出世间的学问是不一样。那假如说我们要做出世间的学问的话，就要修行的功夫。如果我们做佛教的一些属于历史的研究、文献的考据等等，这都属于世间的学问。比如说《法华经》的版本，《法华经》的一个翻译，就是梵文跟汉文的对照研究等等，这些我都认为是世界的学问。可是你要提到它的核心修行的话，那就是世界的学问。那你没有修行功夫，你就不能谈，谈的也不是那个问题。所以分清楚的话，其实跟所谓并没有差别。那我说我是俗人，我在世俗当中，我要满足世俗对我的要求。所以我必须做学术。只要我在学界，就必须要写论文。但是写论文，你必须要有一些真实，有一些根据。因为论文写出来以后，要回到历史去考核的。那我六十岁、八十岁的时候，再来看我的文章，就说我早年写那些文章，我会很紧张。所以我不必须为二十年后人家来批评我的时候，我有一个圆满的交代。所以每一步都应该真实，而不应该是虚妄的。这也应该是那里告诉我们，不要这个以一为己。虽然在学术界还是很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我的想法到这里就结束。好，谢谢。我们最后请这个岳老师你来回答。好，看郑老师那个问题，其实有两个了哈，一个是说要怎么知道那个分月跟分月之间的那个分界的问题，对不对？做解释啊。最后一个是说，知道那个，如果说他基督教学校啊，拉到那个犹太教，啊，不然实在是看不比较妥当。那基本上这两个都接受了哈，就是说，那我们要知道的意思是说，在现行的佛教的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说不影响到他
是已经到了，如果你要加一个字地条呢，那是地嘛，这其实不是说透过语言，语言它会带来说你本身释放自己在当中的力量，所以在解释过程当中，它也是我们都听过的，所以这本身它是像是现象，这语言的力量是很大，有点很像那个力量。那同样的道理，因为语言的力量很大，我们对人解释语言的意义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样非常的重视，因为它实际上就像一个不是说这个好的老师在跟老师跟上啊，不好的老师在思考上啊，这个语言的力量是这样啊。好，谢谢。非常谢谢三位报表者以及各位这个参与问题的讨论。我们虽然超过些时间，可见我们这一场是真的非常精彩，一到不能。非常谢谢大家，我们这一场真的很谢谢，谢谢。国学与人文学与文化学序研讨会最后一场第六场。